啊，这个风景还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男朋友，你们两个去玩，你最想去哪个地方？游乐园。是吧？哎，我也真的超，我超级喜欢去游乐园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。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去那种很快乐、很快乐。对，我特别爱坐过山车啊，蹦极啊这些东西，特别。你敢坐吗？我从来没有坐过山车，就我不敢，但是我就喜欢去，就喜欢坐过山车。我从来没坐过，所以我就一直想着说以后要找了个男朋友，然后一定要跟男朋友一起坐过山车。但是我现在真的还从来没坐过。那，就是你们有没有很不能接受女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点？有，真的有。 真的是有这个很重要，我会有点大男主义啊。就我接受不了女孩第一点是比较喜欢和异性交流，就比如说当朋友啊，我们微信聊天啊，我们可以虽然不是男女朋友，我们可以约出去玩啊，出去逛街啊，出去看电影啊，就是虽然比如说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接触，但是我接受不了这个这一点真的我因为我真的受不了。然后我还会比较 care， 那有的女孩夏天会穿超低胸啊，或者超低头短裙，我倒不是说受不了，但我会心里比较难受，我会觉得有点我不是说不喜欢你穿成那样子，我会很吃醋，就很单纯的吃醋。 相当的直男了，相当直男是吗？但我觉得没办法。他想要替自己加分，但是不一定却减分了。可能我觉得张雨绮经常有这样的举动啊，他觉得自己很完美了做的，其实别人看来就是很过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我再给他看一下。